沃尔沃在一次媒体发布会上介绍了一款神秘的电动 MPV。 据报道，沃尔沃首款 MPV 将基于极氪009，因为沃尔沃和极氪品牌都属于吉利汽车集团，所以这两款车型将共享零部件，将有助于大幅降低成本，并配备双电机、四轮驱动装置和系平台，预计输出功率达536马力。沃尔沃纯电 MPV 将采用更加内敛的外观设计，预计将于2023年第三季度作为概念车首次亮相。据报道，量产版将在年底前在中国上市，并且这款全新 MPV 将把沃尔沃的安全技术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。